好了，好，先从现在开始，不用连在一起哦，没有，不用做连续性。啊，不过既然你可以做出连续性，就表示那个动作已经是熟练到极致阶段。然后再差一点就是那个，就是看得出来你的那个踩的节奏，对，不然有一点为了要配合这个速啊，有点好像没有闪击，有点像。哎，还没踩完，我就想要赶快下去，所以还是要把速拉的这个力量来踩完。OK， 好，那再一次再见。还在重的时候不容易，就是说被压。失败通常是我们曾经是没有用的。如果我们接到，然后还会被再压下去，然后顶一下，这样通常就是其实是力量过度，就是说用力量做这个动作，而应该用速度做这个动作，刚好是对。然后等一下都不要传，你等一下的动作都让他压接回合，都让你有喘息，然后都不要连着做站直。那速拉怎么了？等一下速拉一点就回两个，然后旋锤一起，旋锤转就是吸回去，吸回来两个。等一下，我们的顺序会换成一个速拉，然后一个高抓，所以高抓一样从地上起，然后高抓完之后吸回对接，对，两种，你要分成一下哦。好，是啦，好，下位就在这个中间哦，这个。所以你要站直，好，滑到这里，不挤顺，手到就回来，然后就来。现在有用吗？比较用心的。一个输啦，一个双抓。好，站直，对。我们做好背。我们做两个，先做一下还轻，所以我们先做两个。先打直，然后一个高抓。一定要习惯，习惯是打直的。他是用单脚抓，打直的，从这边直膝位抓，这样子情况是轻松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，然后下到这里，等一下的那个这里，对，就回来了。对，接下来就是速拉做完，站直哦，高抓完，对，也没有要接，因为高抓没有很轻松。好，来起，再来。哪不对？然后你现在脚哦，发力后接上跟踩，同时你只要先踩完再接，两把高抓，对吗？你看，所以你等杠铃飞一下，等它飞一下。好，来下旋锤，好，来膝位抓，站直，吸好，等杠铃飞一下。哎，把那边漂亮，可以就把那边漂亮。帅哥，帅哥，再来，好，我要换掉。再来，好手。再一次下去，不是等到你可以接上跟踩。好，再次，还好，这一个力量是，那个要是踩力量穿越杠铃。好，不需要多想。然后这里不要碰手，你看我要踩一下，有点长。好，那我们到这里，好，所以我们不是被骂的，所以慢慢接，今天的动作做多没到位，那你不要觉得，这样子，不要觉得，
跟你速拉碗一样没放手，啊，本来速拉碗没放手，高抓碗又没放手，快所以你会有什么拉碗？对啊，你要坚持的去摆位的，你要做的是有让去那个挂，不是直拉，你要做的是高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，你等一下每一个组件都一定要选把那个高位的，这样这边再上，马上就会那个前面马上就没了。对，发你觉得发力哦，但你也知道身体前阵，对，不行。来，暂时，我们讲这里的胸不用这么厚，是啊，你的有哪有发力上的？都有，哎，对对对，好来，那既然没有特别说席位，比如说竖吧，那就是全高了。我们高抓也是高抓，然后膝位抓，然后现在插进来，高位知道吗？下一个高位，高位，中间。对，好，你看，你现在做完都往后倒的，你把重心试着我高拉完是维持，对，然后高位，你一直跑到膝位，有点太多了，这里要，所以你这边重心就要先直往。那个手机。对。这个对，然后呢，你试着脚不要往抽一点，对你就是黏得好你的脚掌，可以保持刚刚踩感，黏住你的脚，速拉抓，抓踩紧，反正不要掉，然后力量就变快一点，脚跟那对，好，用这个方式抓，等它飞，对，好。你看，就不用那么塞前面，对不对？塞前面，你看，像你现在很下，你就不用那么后倒，因这是你现在的接还是用后倒的接，现在不用后倒，它一定会直，你就直接顶，直接撑，啊，再上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笑死了，跟刚刚高拉杆一样，重心，对，不用砍哦，往上，接，对，就先热了，高抓。对，再一个最后一下，然后接下来你脚抽，我拉一下，来稳稳的，不会放身上，好，对，对，就是接下来你不要，所以你就感，其实力量啊，力量就在这里，我再紧，我下，好上，再紧，对，肩好，我再紧，好，你不要一下就这样。这个，等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调整一下这个担子，挂重心，下。对，所以我在下的时候，其实还有那个会痛到的，所以你们要拆起来的时候到中背的发力点就知道，对吧？屁股不要穿，放掉胃口。对，所以你平时这样，不然这个状况会变成你的发力没有办法，没错，下背拉的就是上面的，没有错。所以等一下时候这样子哦，你的站不要想我要踩过来。啊，进去的时候前侧一样，对，往后摆，然后前侧，人家先身一样做脚，所以你要想看，你等下确认杠是不是要强 ，OK， 压强，我们就做一百转，重杠，我是真的完全压强，变力，对，先跑到这边压紧，健身房就木板，他没有，哎，就是老板，有吗？我改过来，我现在刚改过来变脚，他还有厚度。好了，高位高拉，站直不后仰，对啊，直接站直下来，直接下来，对，上部有点延伸，不要延伸，对，要稳住脚尖，再一个稳住脚尖，延住，好，这样子，站直，晃跟旋转，延伸，然后脚下来，所以我们这个，对，然后顺时拉，然后直接，飞站直。上半身的前身接到你身身体不长，对，在是不是直多了？伸展，哦，没那么卡，对吧？我们就是硬抓，这样上这样，对，需要。好，好，再试。你这个下不要，先试着用那个竖拉去抓你的那个，直接做一个，因为刚刚那个力量，他在后面没下，很怕，我很怕，对，直接做一个区块。所以，如果本来就没有要撞到之前，如果我的这个轨迹是走好，跟我的这个硬直在拉下面的话，硬举应该也只是拉到下面，不是拉到，不
应该是。现在开始下对准的你直线的接档，开始再两下加油。擦边球站起来，你要做。嘻哈。你要说假如说换站位。那个，下面支撑。漂亮，最后一个。这样很均匀。好，下边支撑不要让手掉到后面。上顶。放在衣服里面的。嘻哈。直上顶。好，起来。OK， 漂亮。记得了，提手肘哦，不要白起哦，提手肘，对啊，甩一甩，这样支撑就不会是塞很多，然后卡在肩上，而是你是顶啊，对，用背，很像，所以你后面推完肩椎的力量，比起来就会少很多，然后这样子，不要再转，所以不要再转，是单腿，它是往上，所以你看哦。所以你要考虑到接感慢，那你前面的做一点前置的，时间你前面还是十分钟，可是你拉它，你让它必须要慢慢调，再伸下去。这个很像的，很像的动作，花很多时间。如果你发一个直线，你的直线向，那我们接杠是不是会变？比较紧紧的，对，我们本来是上根线。那加了前后就会变成是上后前下这样子的斜线。他的发力比低足好，哇，就是高抓的时候的这个过程做的好，就是没有停，没有对，就是时间对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做，我们就做膝简单一点，简单一点，我们就做高位，半位这个高位，半身还有，然后再走下去，自己也高位。好，好，好，按的话你说有跑会感，就对，然后再做一个高位高抓，跟走下去高抓，真的是好，刚刚的那个都是这样子，加的重量就。高拉粘脚，先从你的束拉开始，你就要做出这个，所以你要把你的跳对放进去，然后记得束拉其实方向不是好高高一高，是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你要用手腕下高拉，而是用提手，这样子轻松。来膝下下一到这边，开始下高位，好，你要粘住脚尖好不好？再次。那个臀腿力量，哎，这个是一个踩出来。好，来高位，高位，去换站好。接住，高位，来吸下，再吸下，对，养成习惯。对，来再一次，这个吊起来，粘好。留哈利留住你的脚尖跟身体，那让你走，我向下去接，蹲接啊，来，蹲在高位，看这里吸好，吸下，吸下，对，留住身体，发力留住哦，好，留住脚尖身体，那就接，好，不用等，接到不要等，再次，那个只有个瞬间，发力就接了，那下去。好，可以。所以下一个小小目标就是说，在六下之前。啊，那代表说你现在膝盖有能转换，是能转换。这样 OK。好，你要用手，手做高啊，然后再上面。我们就做，就是这个膝的高位，本来在顶下的双肘，膝下，它本来就会有点小。哦，等一下就做一点。不要管，你就是这样，就是尽量对，尽量不要动到这里。他往后摆也没关系，可是你让你的手腕保持是那个直线。对，那你要抓在这个高抓的这个位置，高抓发力的时候，然后这个的体轴就少，没有，哦，这个的体轴就会变动，然后从这个位置把它支撑，变它就往后甩两个下。哦，所以你要记得，我的支撑都是往上撑。对啊，所以你的这个体重就二转往上，这个感觉要必须你知道，会是配合你的这个高抓啊，动是不是？所以他不可以是觉得是往后来，虽然说我们这个体重来甩臂，可是这个体重是带甩臂，它的感觉是往上撑。
对，所以就像我们上次说的那个，我们上次练那个髋顶特有，高位下勾抓的膝下下勾抓，你的肩膀、我们的肩胛，所有的肌肉一起要有用。所以这个顶的时候，第一个你的这个筋腱要做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这个整个上半身的肌肉，它一起来帮忙支撑你。好，漂亮。手撑得很累啊，来膝下真的很累，然后必须整个肌肉一起，好像是整个上半身就一起往上。好，对。OK， 所以它底层要主动。脚要滑的话，代表你脚面。高抓可以变成贴身对摆后，很高，很挂脸，手不挂脸，膝下就这样。今天这个杠，我这样，当我发力速拉的时候，挂直接从我面前经过，一上一下刷过我的脸过去。再来 ，OK， 好，这样可以给你。OK， 这样可以加了。一升九十，直接到四十。刚的那个膝尾都 OK 啊，就是那个速拉，就是那个高抓。从地上起的高抓比较容易抓嘛。来，高位，
看齐。那你不要。对对对对，挂在背上就好了，头可以抬没问题。吸好。好，来再一次哦，脚粘好，所以重心脚尖，脚尖粘住哦，身体留住。当你有飞，我核心降。舒拉杆哦。分成两件事情，它是一件事情。
掉。第二个十分钟。好的。中间的板子不能移。一样。这个三角脚，三角脚其实要保持。对对对对对。是咬。带出去你的成员，如果是先过膝盖。好，膝。对。你有没有发现还是有一个是有一个放板？对，我们家就是有一点是那个直接过来，继续缠绕。但是过膝继续站，不要有换掉转重心的问题。我在看，看你看啊，膝盖核心下部力。哇，对，背背好。这个走膝盖其实比回一起走顺。没发现你在这个角度吗？好，快好了，再一下，快好了。而且你看啊，你的撑到。你的撑到杠的现在的方向是对的，第一时间是一起的，来重心踩，撑到杠跟膝盖，感受你跟杠铃的关系，连接好，对，它所以它的体感就好。可是你看到其实你这个动作也是高抓，现在力量跟连接对，所以你就是脚的连接，脚握紧，所以我们现在做，然后一踹一下，我们现在做什么练下去吧？你看，如果这个高拉我可以留住的话，代表我们是。要怎么样感觉飞？我身体不要跟着飞，你要是身体跟着飞才往后。所以如果我们从地板上坐对的话，当你在这里发力点这一颗头，它就上面上面，你全都是跟上，你跟上来的过程，我下部接。对，所以要感受高啊，感受它飞这件事情。OK， 好吧。把力量做好，重心维持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的这个发力感，例如你在做束拉的时候，不犹豫的，你要觉得走杠不犹豫，束拉拉到这个地方，嘣，这个好，发力收了这个杠，哎，这个杠下去有悬空感，我的手是顺势把它提得更高，而不是到发力之后 ，OK， 它有力气了，我再用手轻轻的把它扯到这里。对，它是顺势带，而不是手用力打到。我站直的时候再。哦，所以你的在说的时候，哦，你必须要像是。我发力后是。哦，它的感觉有点像是顺势。对，但是它是因为你，所以它应该会变成硬举还是它就是站直。它是这一段，它好像是飞行，而不是我把它拉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所以当你它可以让它呈现这个直冲力更慢，你顺势带举的时候，哦，就算我今天发一点小力。没有人发力，他都还是要让你顺势带到，不要搞。对，好，所以应该是他主要不是来自于你没有力气，而是衔接的地方不够顺。好，所以让他试着让他衔接顺。可以，很好。就是用这个高拉力，顺势提手把它拉到更高的。感觉让他飞哦，所以他飞你有两柱，有四柱，留住也留得好。从地上的高拉，标准。从地上高转，感受它飞黏住，然后它飞过程你就要去接杠。哎 ，OK， 来调转中心，好，重心好，来，好，没事，来调转，好，加油，深蹲，前面前向高拉的，这个感觉顺。一高拉一留住就接杠，哎，你看，你现在对，不要拉，你想要抓举，你就会飞起来的。你看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你想的部分，不用永远发力，你要抓一部分，它的高度是非常大，抓一部分，所以这个轻重感应该可以做到。好，这稍微有点摆，可是啊，抓一个部分腿啊，甚至垫脚。哦，稍微有一点点摆，就是来高手，真的腿高手，你看你的这个。发力完之后的这个蹲，对啊，换气至少他没有感觉，他有在吸。抓完要站直，换气抓到要站直。两部分的高转，重心重心，不要跑到脚跟。对，好，我们等下再数吧。那我们再来，再来，等一下我们直接。好，现在杠铃飞，等下感受到飞一下，一部分的。感受到背下，我们换绿色杠铃，就让我们接跟踩丢，等一下啊，接跟踩，要发力后就先踩了，来，同学。
我知道。不会，因为你推了就
变成是稳的加速，然后杠铃就会变要往后塞，哎、這個欸，又变原本第一下比较高，发力很棒，第二下要发力有度，接杠就感觉就像你看，来你都过过这样，宽度前才好。发力相对对，哦，所以你要前面的力矩不用背，我是要进膝盖就加速，我说一到膝盖我就转重心就加速。对，你看你髋底蹲是由膝盖去踩的，在是你核心支撑的柱，所以对移动的力矩不用背，好了，用加速的手法不减速哦。对，然后你转换方位，发力髋底蹲接到。对对对，很轻，没关系。对，假装一下，假装我重量慢一点，慢速踢的。欢迎张杰。对啊，对啊，下一个啊、哦。好，不犹豫的哦，抢先不分腿，先不用分腿。来，慢慢发力，欢迎你的慢速踢。对，好 ，OK， 可以。就是这样，接的时候记得是。这样 OK， 闭上眼睛。你还不对，想一下。
所以你看哦，这个如果可以要这么高，其实你的层层下去，你的胸该是没接到。对，所以你目前就并不是说连你的肌力还是爆裂，我纯粹只是肌力的方面不够，不是就是技术这些方面。漂亮。所以就是慢慢的打。OK， 还要再补一支。准备好再上，你觉得准备好再上？对，发力出来之后，后续跟着做，接着做，发力优先哦。不用过头，你就会踩得很放心了。所以你应该要把这种很放心，把它踩扎实的感觉给做。来。空中那我用力去把它提高，它就会是所以我们要衔接它，躯干把胸核心下腹往上推，推上，推上，不会，加速目标是要是全身朝上勾拳，放出来，你放出来，你就做后续的，这个勾拳放上来是给干部去的。就那一个瞬间，我所以我就只行我就只要收着，我不能让我动。OK， 就是还应该是手，因为它也手。好，那你手可以哦。对，好，手多就会抢躯干的。OK， 好，手三下就一下比一下高，好，所以是要第一个把手伸展，后面手越来越好，变成一个展体。我最近第一个，等一下再试一下手感，试一下。第一个也是刚刚说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你这个膝盖啊，有点退了太多，就有点像是你这时候的重心有点转移到，那个声音都在，就是重心这个点上，所以就那一点，是的，2021，这个太一到，有什么特写？它就是发一声，顺，就像这个一样，没有，你规范好长远，一开始就是摩擦力，就是你肩膀，那个感觉，就是我进去的时候，是膝盖有一点。就是你的肩膀就是站起来的位置，我站起来，手一下子放松，挂下都太高，把重量挂，膝盖打开，提起重量挂，上等的，然后手放松。你如果刚刚现在很重要，脚可以放上，对，挂这个就高了，就发力有什么帮助？这个膝盖有没有变？进去之后，哦，差点还是小，哦，对，所以第三下一样，第三下。看可不可以有办法做出三下的高速展现？高位，你觉得第一个三下？是现在感受这边？觉得你可以把后两次加进去吗？加进去。因为你后两次加进来，所以你不要去，对，不要加。我加到后面。哦，你把这后两次能够抓到点，然后手肘吧。好。这样。你发力模式都不变，而只是把高握的后两组加进来，然后接杠的直线感觉就是膝盖放松啊。哎，漂亮，好，对，有差，对对对，好，对，好，这就是感觉，每下都要比一下，我们倒退的时候，我的力量就会增长。对，声音有进步，这是蛮漂亮的。好，然后两次发，然后再一次下啊，行。还行，不错，也是很棒。刚刚有这个情况，手肘的握法。OK， 就是都好，没有错。当然是，没事。发力很粗，就是反正。那现在接杠子，一样都没效。有啊，好有。
脚手肘到脚踝，准备。一点点用腹部站。站在里面。高度下来。发力够吗？可以。你这样给，对吧？你这样给试一下。你在开始甩完之后，就扯。你看，你勾好甩完，其实它应该要扯好。你再夹一个，其实它又有，对不对？夹背。对，你用再夹一个利用，其实不用再夹，你拖好扯好之后，我们就踩。你看啊，脚带不起来太直的时候，你这样就不会，这个、你锁这个反而就会，这个、你还是锁的开。你好像是你想法，你觉得你要加倍还是手？而且你看啊，弄错了地，然后手没有锁到，所以是你可以不用锁，可以不用。你看，你可以不做这件事情的话，应该就会有发力。就是踩重点，通常啊，以我们那个，以我们惯用，什么都是左右推的，所以通常左右踩。我们说踩。对，所以压式的最后，那时候你试试看，感觉一下怎么样？然后只要这边两边踩，就想我先脚跟两边踩，我两只脚手背可以，然后是平均的，然后你的膝盖记得移动的时候的这个硬举膝盖，不要急着把膝盖开始，嗯，好，不要急着把膝盖，懂吗？压，对，偷偷走，缩一点，嗯，声音就出来，你越不缩，声音会越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做一个动作，我们从站姿，因为站姿你没办法多数，你站姿多走站姿挂挂中背这件事，然后走形成长一点的离心，但是痛地走回来，大踩嘛，好理解。这样我用这个离心带手已经挂，从头到尾没办法再数这些东西，啊，那就。是下下来练习哦，没有啊，要下练习，下个节奏，每一下都准备好再开始。好，要记得你是，你说你是七下，下个重点，七下，低吸的，轻哦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再来，我们再来，再来，好，这边就已经可以。勾破了，对，是啊，是这样子，不敢碰啊，一下，贴身，来，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，OK， 大家感觉到吗？一个时间是会，所以你看，你模拟这样的一个拮抗感，抓，抓，抓一次，抓一次休息，来，模拟一下啊，模拟一下。来，模拟拮抗掉了。好，还是这张图最聪明，走完走。好，可接受，可接受。但离心做的比较好，哎，其他地方没问题。我现在就是手都太远了，这件事情，其他是没问题。好，加一点重要的是加热时刻。今天没有很重，就是在这里修一下技术。就是我估计也要3000。然后就到目前为止，接杠是不是都更直的哦？一般就的，然后就到位置。嗯，是啊，是啊，这样子好。稳定多了，没有那么硬，没有那么塞，没有那么摆，没有往前塞。
力真的不错。怎样？支撑有不舒服？没有没有。OK。还在习惯那个扯的时候的。对。小拇指。小拇指。这个是等张的，挂着等张。发力要暂停，他会自己从躯干改一改。我们还是不要想的，整体都不要想。暂停会自己去做躯干延伸，然后拳头会跟上去摆。啊，对，还有另外，对。刚刚有发力声啊，有吗？来，手上发力接杠，打开。哇，好，主动支撑一下。漂亮，很好。OK， 声音都很顺，就上去，然后接鼻子，很稳，真的很好。想想，体感怎么样？很直，知道？就比较安全，很安全。就找，但也不用找他。对，不用找，不用控制他，也不用找他，他就跟着你身体去站，就刚一开始那种蹲下，我们站起来，这样就站起来。力量就是要讲什么东西，所以做到这种，我们其实，我们只要担心的事就是杠杆够不够高了，不太需要去说杠杆会不会往后或来往前，来往前追还是什么，其实就想就这种练法，就先做到，你就用四十跟六十来练，然后你们适应到我们差，对对，因为我昨天有看到那个。他如果我们就打发完，他就在地上。啊，你光直接杀的，他就这样。对，很像，直接在下。对，我们的教育模式。这个霸王龙。来。对，没有在展示。不太会，有前后，发音有点差。没有看我，我不太认识。艾滋八十五十岁，艾滋。那我看你手，我就已经往下插。对，再回手，对，所以这个力量带上来，我就带膝盖往下做。这样跟你刚刚的动作不行，我们刚刚是做一样的模式，对。八，往下。昨天那样乱抓完之后，今天哦，那是昨天的，是吧？昨天晚上，那你还蛮猛的。但是我昨天看，我就是想说，压帮你挑一下，真的。这样会不会超级？没
成功率吧，成功率的知道。所以你说呢？越重越稳，可是期待了轻的一个稳定性，对，稳定性，没错。那代表说你昨天的你昨天有力，对，所以你昨天发力都很对。那今天像这个，我四十有四十的样子，六十有六十的样子，但是它的动作模式是一样，只是我力量的量控制量是在你掌握的。所以我们的动作是动很大，直上直下，直上直下。那比如说接40、60、60、80，我接有力，85。来，还有车。开学就没掉。好，请看我刚刚说的啊。现在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早上比较。对啊，几乎没了。早上比较。核心，哇，打工这样子，打工，要，拿好，起来 ，OK， 你不要记得到那边挡住就好，不用刻意在这，好，机刚刚制作也是这样，是声音，声音都很棒，你就跟着他，是，你就跟着核心，我所以，我刚刚有说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今天讲了很多内容，就回去再。细细的回忆，回想一下，从核心去带四肢，不要用手脚去带核心 ，OK？ 所以你刚刚准备，走由它去带，全部会散发力量。它中轴中枢才是最有力，四肢就是跟着中轴去做事 ，OK 吗？你要最后一组，我今天就让你去学。我想问一下那个四肢可以。这里有，再修一分半，然后我们要连抓两只，然后看一下，两到三只啊，等下看你没力的时候，不刻意控制会怎样？不刻意控制的时候，如果还没做出跟刚刚一样，刚那个手差蛮多，是吧？手的调整，原本我就只有挂后面两只。我一直在看，最漂亮还是比较棒。是啊，那个准备动作是拍手，后来就是他昨天2018的练习，是你说他后面的。哦，你有看到？就是从背后看。哦。可是我还是昨天没有看到。因为他这个就是那个。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过。对，不是每个人。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教，这样教。但是我想说，那个我是会这样想，没记忆。然后就是看他卡关卡在哪。还有，我现在是就是内旋就这样勾。现在是前三指内旋勾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我觉得这个背的力量很强。差很多，因为这个就直接连到胸口。对啊，连到后侧。好，要拼个三指，最后三指。你抓完一只，15秒内要抓第二只，15秒内要抓第三只。63样的力是可以，只是我要看一下是不是新的力量不适合。好，来，开始抖了。对啊，新的力量不是，一定是。OK。啊，记得肚子，拮抗。哦，吸好气，不要犹豫了哦。漂亮，我操，还高抓，漂亮，可以。很轻哦。对啊。那你突然很轻，自然高抓是好的结果。就像我们今天要高抓，如果突然没力变下蹲，也是好的结果。不用担心。好，两只。这个有一点点开掉。
它为主，好不好？所以是以核心为主哦。手松，挂背，核心上下。Right.